当当当！我明天要去荷兰了。栗子荷兰旅行记第一集，整理行李。天哪，3:18了！我的天，我还在整理行李，搞笑了！我把鱼豆腐后勤补给插到那 OK，种角落里。啊，先试试这样，能不能盖上？战斗装啊，备最后拉上了。那给大家看一下欧元，OK，生存必备端OK。100欧元。50长这样，2010块5块，明天就去荷开兰心了，到起明飞。天就去荷兰喽。天呐，困得不行，坐了12、13个小时。终于到了，先等这个荷兰爷爷。啊，我看到他了！对对对，爷爷，哦，那，long time no see，好开心，真的好久没见了。Oh my god，还得坐2个小时的火车去他们家，去买火车票。荷兰爷爷人太好了。荷兰的这个很方便，这个是它是一个开放的票，就是你买了。你可以坐任何一趟的时间的车，就是说，你只要买了票，随便你坐哪一趟。哇，这个太好了吧！然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，这个什么 Rotterdam 的这个方向的，这个就是荷兰的火车票。哎，我现在才翻译过来，荷兰下午8点还是大白天呢？Oh my god！各位亲们，在荷兰啊，9点多了，快9点半了，天还没黑。